大家好，这个冬天来了啊，画柿子的这个季节，好多朋友一直在问柿子的调色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慢慢的看一下如何调色的啊。用到的颜色呢有三个：藤黄、朱标，还有曙红。调完颜色的这个顺序之后啊，我们画的时候呢，柿子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上面呢是它的一个柿盖啊，等于是柿子的一个盖子部分。画的时候呢，我们左右扫两笔啊，中间留出来一点点小高光就可以了。这个高光呢，能留尽量留出来是最好的啊，不能留的话那就不要了也可以。在这里呢，咱们慢慢的呢画上三个啊，希望大家呢，喜欢。咱们画完这个柿子之后啊，下节课给它画完整。